大人要命啊！大人要命啊！大人要命啊！小人一时忍唔住，先做出啲咁嘅行為啊！大人要命啊！大人，大人今年翻出去，大人要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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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起身先，系头先嘅婢女就当系我送俾你。多谢大人。我呢度有靓嘅金莲嘅美女好多，只要你喜欢嘅，我可以送晒俾你。多谢大人。只要你以后照我吩咐去做，我不但只可以赦你嘅死罪，而且有更多嘅好处。 包你受之不尽，但要小人去做咩？小人都可以做噶啦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嗱，本门嘅武功旨在强身健体，切戒好勇斗狠，上德不上力，盖德化则心性，力竭则意为，攻乃死机，守乃生机。本门拳法精。 力、气、骨神，五者必须交修互练，此可循上循化境。明唔明白你哋？明白。大家跟佢宣读入门誓词。我等诚意收集洪拳，我等诚意收集洪拳，并遵守一切戒约，并遵守一切戒约，绝不有违，绝不有违。好啦，大家过嚟呢边，喺本名册上面写低你嘅姓名同埋住址。 呢件事我已经搜集到充分嘅证据，两位大可以放心。不过姓洪嗰呢间武馆系和尚恩准嘅噃。嗯，冇错啦。我睇我哋应该先写个奏章，送上京师，奏明皇上，咁先至得噶嘛。手续上原本应该系咁做，但而家事件危急，上京嘅路途又遥远，一来一回，所费花时。如果因此而延误大事。 两位又担唔担当得起啊？咁就系，不过如果所存失实怪错好人，皇上一旦怪责落嚟，我哋亦都系难辞其咎噶噃。点解你两个咁多顾虑？呢件事一切嘅后果由我高某一个人负责啦。 你哋继续练。系。有好多清兵嚟紧啦，唔知咩事咧？咩话？点都唔知咩嚟噶。企喺度。 高大人，究竟发生咩事？有人话俾我听，此地以武馆作为掩饰，
其實就係天地會造反嘅大本營。高大人，你究竟喺度玩咩把戲啊？洪熙官，你唔好以為你係我表哥就可以蒙混過關。我乃係朝廷嘅命官，我一定會秉公辦理。高進忠，你話我呢個天地會嘅大本營，你有咩證據？證據？有人曾經見過你本紅門名冊，上面寫滿曬反清字句。本名冊咧就係我大徒弟保管嘅。不過如果高大人你想睇嘅，我可以攞俾你睇嘅。洪熙官，你唔使喺度裝模作樣。就算你唔交出本名冊出嚟，我都有辦法搜出嚟。高大人啊，我見過嗰本名冊喺師傅房嗰個櫃桶底度啊。我諗你都係派人去嗰度搜下好啲嘅。我搜。係。跟住，跟住。凡本門弟子，皆以反清復明為己任，以驅除滿清鞑子為目的，此乃洪門精神之所在。你自己睇下，本名冊根本就唔係我嘅。洪熙官，你仲喺度狡辩？你哋边个冇喺本名册上面签过名嘅？就快啲行出嚟！高大人啊，我签名嘅时间我唔知佢里边写啲咁嘅嘢啊！如果我知道，我就唔签名噶啦。喂，系啊嘛，你唔应该呃人啊嘛，仲想喐手打人添啊？你估你大晒啊？洪熙官，你仲有咩说话好讲啊？高进忠，你个狗贼！冷静，冷静啲，我哋冇做过，根本就唔需要惊佢。我全部带走。系。师傅，咩事啊？今次唔得啦！我见到高进忠带埋成队官兵，带咗师傅同埋文定走啦，同埋成班师兄弟添啊！话佢哋系咩天地会嗰啲叛贼啊！系啊，其实方教我将我第一本名册话天地会名册啊！呢啲一定系高进忠做嘅好事。咁点算啊，师傅？爹，我有办法。喺一条剑水，洪大哥曾经同我讲过，系皇帝送俾佢嘅。我家即刻上京揾皇帝。系，远水不能够近火啊！高进忠处心积虑，等你找到他啊，洪熙官就可能死晒啦。何况皇帝啊住喺深宫嘅，咁容易见佢咩？咁唔系点啊，爹？啊，我有办法。咩办法？相爷，你仍然漏夜兼程上京，如果见唔到皇帝，就向刑部埋手，务求见到皇帝为证。永王，你陪师母一齐上京，沿途照应。而家即刻收拾行装，立即出发。我去啦，爹。阿彪，高进忠为人卑鄙，既然系处心积虑嘅，我怕佢唔会依你审讯，反而会加强非官佢哋。咁点算啊？你我联络所有全城嘅教头，出头力保，希望高进忠唔敢犯众怒。陈金头，陈金头，正话嗰两个人。你哋認得噶啦，認得。咁你哋識做噶啦，我哋實照你嘅吩咐做嘅。好，去。有人，哎呀，哎呀，小心啊！哎呀。
喂，你做咩事打人啊？兄弟，你誤會咗啦！仲係誤會？你大人嘅事。 死囚嘅三腳貓功夫，你對付一個鼎鼎大名嘅洪氣官，秦監頭，呢一招真係虧你諗得多。因為呢兩個犯人咧，係阿大人你特別吩咐咯，要特別小心佢哋噶嘛。咁卑職咧，於是就諗住俾個下馬威佢哋睇下，但係真係估唔到佢哋會。算啦算啦，念在你一片苦心。 我就俾一个立功嘅机会俾你。多谢大人提携。今晚半夜，你同我放咗佢两个。大人，你话咩话？你听唔到咩？我叫你放咗佢两父子。大人啊，你咁做系……所以话你下人唔点咪真系唔明？你谂下。 只要你放咗佢两个，我就可以加个畏罪潜逃嘅罪名喺佢哋身上，咁我就可以加杀勿论。大人真系高见，大人真系高见，唉，小人真系自叹不如啊！好啦，无谓嘅说话唔好讲咁多。系，你而家即刻翻去，将佢两个毒字困住，然后就揾机会放走佢哋。我要佢两个。 死喺乱箭之下。大人，我知噶啦，我识得点做噶啦。好，而家去。系，大人，我走先啦。你揾边个？高大人，我唔系揾你嘅。高大人。嗯，你嚟做咩啊？大人今日贵人善忘，唔记得咗小人系奉命偷换洪熙官嗰本名册。 等大人可以有藉口捉拿洪熙官噶嘛？系啊，冇错。咁你今晚嚟想见？大人答应过嗰啲赏赐啊。好，呢啲系你应得嘅，你过嚟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监头。 再，你见过少林嗰铁将功未？未啊，未见过啊。你而家可以见到啦，啊？小人即刻去做。咪硬住！ 我带走呢个臭皮匠。 到时候入埋洪熙官数就得啦。洪大哥，洪大哥，洪大哥啊！ 做咩意思？唉，洪大哥，我知道你系一个好人嚟嘅，今次系俾人哋冤枉嘅啫。嗱，你快啲好走啦，如果唔系嘅话，高大人唔会放过你噶。咩？俾我带走啊？收声。咩啊？文丁啊，我哋本来就系冇罪，如果你咁样一走，冇罪都会变有罪噶。我哋而家俾人冤枉入嚟，王法自然会有公道。 洪熙官做事一向光明磊落，我唔怕高进忠耍啲咩花样出嚟。差大哥，系我嘅事唔想连累第二个人。
哎呦，洪大哥，洪大哥，你听我讲啦！如果你唔走嘅，高大人唔会放过你哋噶。啊，听我讲啦，洪大哥，洪熙官果然系一个难以对付嘅角色。大人啊，咁而家应该点啊？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，洪熙官，你而家已经喺我手心。 今次我系唔会放过你，大人，武艺夜长梦多啦，不如啊，大人，启禀大人，出边有好多人要求见大人。咩人？带头嘅系洪喜官嘅岳掌云四，仲有二三十个武馆教头同埋几百个武馆弟子。 佢哋嚟做咩？佢哋系代表全城武术界，为咗洪熙官被捕嘅事要求见大人。估唔到嚟得咁快，大人，其实好容易嘅啫。嗱，我哋咧派大军捉晒佢哋，然后告佢哋一个叛乱之罪咪得咯？唔得，咁样做法未免太过张扬。如果呢件事扩大咗， 好难收拾，咁点啊，大人？佢哋声势汹汹，如果见唔到大人嘅话，佢哋会一直坐喺出边噶。好，叫佢派代表嚟见我。各位，半夜三更到嚟见本官，到底系为咗咩事咧？高大人。 我哋系为咗洪熙官嗰件事嚟嘅。哦，大人，呢份就系省城十大武馆嘅联名陈词，系为洪熙官系俾人插赃嫁祸，希望大人你明鉴。高大人，据我哋所知，嗰份所谓天地会嘅名册，只不过系洪家武馆弟子嘅名册。佢哋喺广州系有家有室，而且我哋仲可以提出证据证明佢哋系身家清白。 况且名册上边有好多系未够15岁嘅孩童，试问又点会系天地会嘅伴党啊？未够15岁，亦未必唔系联党。至于是否有罪，有待审查。你都系翻去先。高大人，你讲得啱啊！各有各法啊嘛。如果系证据确凿、秉公办理嘅，我哋就冇说话好讲啦。不过小人最惊嘅。 就喺官府中有啲小人，因私怨而插赃嫁祸。叶雷先生，咁你真系唔信本官清正廉明咩？大人既然咁讲，小人就放心。小人有一句说话想问大人，就系保证洪熙官佢哋得到国家律法定明嘅依法处理，喺审判期间保证佢哋嘅生命安全。 当然啦，嗱，你哋都听到噶啦，听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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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啦。大胆文虎，不识法规，手无壮士警咁难逃呼冤，人嚟将佢重打80。停手！大人，此妇人难逃呼冤，于法不合，而且手无壮士，显然泼妇一名，应该小惩大戒。妇人手中剑穗，本官认得似乎系皇上之物，不可造次，待本官查明再行定夺。系大人。
大人。全告走人。呢件果然系朕嘅物品嚟，你喺边度得翻嚟噶？回皇上，系喺文府云商连手上得嚟嘅。云商连系云商连难如告状，佢话佢丈夫洪熙官受人冤枉。洪熙官，洪熙官受咗咩冤枉啊？两广总督高俊忠话，洪熙官意图谋反，同天地会有联络。洪熙官会系天地会嘅人？皇上，洪熙官曾经系少林寺嘅人，而少林寺同天地会有千丝万缕嘅关系。关于洪熙官呢个人，朕亦都略有所知，恐怕呢件事另有蹊跷。咁会唔会系高大人方面？高俊忠一向对朕忠心耿耿，佢咁做一定另有原因。咁皇上嘅意思系？官宝，你亲自去广东按实情查明呢件事，记住，两边都唔可以偏帮啊！臣遵旨。你可以带埋荣总管去协助你。谢皇上。真系有咁嘅事？系啊，大人，小人嘅堂兄咧就喺刑部度做事嘅。他的消息絕對不會假的。好，秦監頭，小人在，同我帶洪熙官嚟。是。洪熙官，就即管看看邊個有本事。表哥，請坐。坐低。走。你究竟想点？你咁对我，你要我点帮你啊？帮我？帮我将一份武馆弟子嘅名单改为天地会嘅名单。你呢份心意已经可以令我毕生难忘啦。大家兄弟一场，做乜讲埋啲咁嘅嘢咧？兄弟，乜你都知道我系你兄弟咩？仲有方世雄、胡伟乾。佢哋都系你嘅兄弟，仲有师父。唔好提佢哋，佢哋个个都系少林反贼，同死有余辜。你收声！少林寺究竟有冇造反？你心目中好清楚。点解你要出卖佢哋，残杀自己手足？高俊忠，你为咗你自己嘅荣华富贵，你做过啲乜嘢？你自己知唔知？人已经死了，我亦都唔想再提。我只系希望你可以能危难忘，早啲收手。唔得，树欲静而风不静。到而家为止，你仲想死灰复燃，光复少林？你要我收手都得，首先你就要放弃光复少林嘅妄想。唔得，重建少林系师父嘅位置，都系我洪熙官一生嘅愿望。可以咩？我唔可以，但系仲有洪文定，洪文定唔可以，仲有我啲弟子，你啲弟子将要赶尽杀绝。高俊忠，你唔可以滥杀无辜嘅。表哥，你有冇听过一将功成万骨枯？冇人可以阻止我高俊忠。公义可以不择手段，边个同我作对嘅，就要边个死。Baby， 爹，你点啊爹？
爹冇事。高尚忠，狗贼，狗胆出嚟！稳定，出嚟！稳定。爹，唔好咁啦，冇用噶。咁唔系点啊？咁样落去会打死你噶。呢件事仲未完噶，我睇佢哋唔会。唔会，呢只狗贼咩好做得出噶？我哋走，走。系，虽然你受咗伤，但我仲有力，我可以打烂呢埲墙，大家一齐走。你再唔听我话嘅，我以后都唔理你。信啊！文婷，睇住啦。哦。高正宗，你作孽太深了。我唔可以放过你。全红衣官上堂，全红衣官上堂。喺度，喺度。红衣官，你认唔认得呢本名册？认得。呢本名册就系市民开武馆以嚟所有弟子嘅名册，但系名册上面明明系写住天地会嘅名册。大人，所谓真金不怕红炉火，名册上面嘅人亦都系省城中奉公守法嘅人，名字上面亦都有佢哋嘅住所。自问又点会有啲咁嘅乱党将自己嘅身份行为揭露出嚟呢？你点？本官自会派人查明。大人，市民斗胆有个请求。有咩请求？讲。市民身上有封信，可能对本案有啲帮助。大胆！洪熙官，你又想耍咩花样？高大人，耍咩花样唔紧要，你系咪信唔过本官嘅判断？卑职不敬，卑职不敬。书信拎上嚟。本官回去细看，自会查明办理。犯人暂且押下，推堂。推堂。御曾奉皇命审理高俊忠谋反一案，后高获得平反。此案过程全皆由皇上亲断。本与如无涉，唯恐高俊忠日后含恨报复，特立此遗书。如若日后有失踪被杀等情，与高俊忠有莫大关联，见此书者，请代向皇上申冤。曾必正，大人。你哋嚟咗，拜见大人。啊，长金头，在。啊，你喺府衙做咗事好耐啦，嗬？回大人，十年有多噶啦。哦，咁府衙嘅情形你一定好熟。啊，回大人，略知一二咁啦。有件事案，我想问你。府衙囚禁犯人嘅地方，原来系乜嘢地方嚟？啊，系
好似系前任两广总督府嚟噶，大人。好，你回答得好好，冇事啦，你出去啦。谢大人，谢大人。 高大人啊，大事不妙啊！高大人，高大人，大事不妙啊！高大人，咩大事不妙？高大人，正话尚书大人咧，使人叫兵出去问话，佢问到我而家关阿洪熙官嗰两父子嘅仇况，以前系咩地方嚟嘅？咁你点讲？咁我唯有啊照直讲啦。你知啊，因为当年啊总督府啊大火烧死十几人，呢件事啊好轰动噶嘛。啱啊。 咁你做咩咁大惊小怪？哎呀，唔系啊，大人，我见到尚书大人嗰封信咧，入边啊，好似系啊曾必正遗书嚟噶，入边有提到高大人你噶。提到我？讲啲咩？哦，咁我又唔系好清楚啊。你知啦，尚书大人又唔会俾我睇嘅。不过咧，我咧就听到后边嗰两句好似啊，讲乜嘢啊？哦哦，佢话佢咧就话啫啊，失踪啊或者系俾人嚟杀死咗咁。咁同大人你都有莫大关联噶。你知啦，大人。我点会知啊？系啊，唔系系系，我嘅意思咧，即系话啊，当年啊曾必正俾人杀死咗，暴尸喺荒野，个个人都知噶嘛。 咁嘢封书系咩？我见到佢啊，挤咗落个衣襟入边啦，直情啊，好似冻咗佢宝贝咁噶。秦监头，在。你今晚上去睇住红衣官两父子，喺我未嚟之前，如果咩动静。 就同我杀咗佢两个。我，哎呀，大人啊，我唔够佢两父子打噶。春才，你可以锁住佢哋人肉手啊嘛。系，大人，咁你又点啊？我先去办啲事，办完事之后，我马上嚟揾你。系。 高俊忠，你嚟呢度做咩？我咪嚟攞你个命啦！你咁样做法，你唔怕王法咩？王法对我有用嘅时候，佢就系王法；对我高俊忠冇用嘅时候，王法只不过督狗屎。你唔好以为刑部尚书可以保得住你嘅，佢已经去阎罗王嗰度报到啦。高俊忠。 点解你杀咗佢？佢要怪嘅就怪自己太过精明。佢不但只怀疑我伪造天地会嘅名册，而且仲得到曾必正嗰封遗书，知道晒我高某以往所做嘅一切好事。若妖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高俊忠，你作孽太深，个天都唔会帮你嘅。系咩？ 话天就可以帮你咩？你表哥，你一向咪自称系光明磊落嘅大丈夫嘅，你而家咪一样去做只冤鬼？不过你放心，等我解决咗你之后，我就会杀埋嗰只孽种，等佢落嚟陪你。
你喺地府咪唔使咁寂寞咯。做咩你？造反啊！点解你未死啊？老夫呢次落嘅赌注都算大啦，一条性命先嚟换得揭发高大人嘅真面目。好彩皇天不负苦心人，高大人，你呢次都算唔好彩啦。系你，你个卑鄙小人出卖我！我都系学大人你一次咁多咋，你知啦，小人嘅颈骨又软咯，又受唔起黄化，更加受唔起大人呢个铁掌功啊！你早有预谋。到我咩？高俊忠，我要送你落地府，向我爹低头认罪。就凭你？自己系咩啊？你竟敢赶住我！皇上，系唔系奴才办事有咩不力嘅地方？唔系，你办理得好好。不过喺公文上，似乎冇提到高俊忠嘅家人点样处理。皇上圣明，奴才以为高俊忠家人与此事无关，所以想奏明皇上再行定夺。好，朕讲过，高俊忠对朕。始终都是忠心的。
呢件事唔好张扬出去，你就同人话佢系因公殉职噶啦。奴才知道。至于佢嘅家人，就按一般大臣因公殉职嘅规矩去做。咋？启禀皇上，俄国暹罗、东瀛同埋高丽四国嘅高手已经嚟咗，而家喺边甸等候接见。得好快啊！皇上，呢四国高手真系要向我哋大清挑战。